motherfucking Eagle Double G。 大家好，最近因为防疫的关系呢，宅经济正夯。最近台东有许多在地的店家都推出了特色便当，用的是当季的在地食材。那让我们来看看有哪一些便当吧。像今天我们准备了很多传说中很火的外送便当哦。听说县长吃遍了大江南北，你有没有你最喜欢的便当菜色呢？马丸。哦，县长懂吃哦。不过我们今天就没有准备这一道。来人啊，上菜！为了保持神秘呢，今天每一个便当都用代号。第一个登场的就是阿斯 A 餐。阿弟洗手无？当然啦，我们有洗手的标准流程。内外夹攻大力丸。县长，这就是我们的阿斯 A 餐，你有没有看到里面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？让我来看一下。哦，这饭里面一粒一粒的，应该就是红梨吧？台东的红宝石。哎，哇，县长，你要不要试试看？这发色怎么弄？它没有像一般辣色崩那么油腻，而且这个红这个饭加了红梨更有嚼劲。红梨是台东的主打特产哦，所以我要考考县长，台东哪里红梨的产量最多？哦，这你就问对人了，是南回四乡镇，而且每年的二月到四月是我们的红梨季，红梨在成熟的时候的红梨田是特别的漂亮。像听说你很会做饭哦，那你做饭会不会放红梨？我很会做饭，基本上我只会做饭，我都把红梨加到饭里面去。这样，你看现场有一个橘红色、橘红色的，感觉就是叫我们要喝它，你喝喝看好了。酸甜啊，酸甜。这个可是加了荆棘的木鳖果汁哦，大家知道木鳖果长什么样子吗？哎，后置请帮我上在旁边。是的，台湾原生种的木鳖果呢，富含了丰富的营养元素哦，可以增强我们的抵抗力，是现在非常适合喝的饮品哦。接下来就是我们的赞叹 B 餐。像你看它这个便当有没有什么很特别的地方呢？有，这个就是我们特别台东特别的黑鲜米，这个拿过饮食界的米其林奖哦。哦，县长，那你先试试看这个厉害的黑鲜米。好吃。黑鲜米哦，富含花青素，而且它的膳食纤维是一般白米的19倍哦。县长，你看。还有那个肉，那个肉看起来很 Q 弹，听说很厉害耶。好吃的说不出话了。是不是真的很 Q 弹？它很 Q 弹，而且很有。这个很有嚼劲，这就是每天新鲜在中央市场买的温体猪才会这么的 Q 难怪。好，现在我看你在旁边一直在偷看那个甜点，可以吃啦，可以吃啦。这个就是这样，甜点呢，就是我们活力的来源。这间店的甜点也很有名哦。像你喜欢吃甜点吗？非常喜欢。想大家都很好奇哦，听说你爱吃甜点跟零食哦，为什么你的身材可以维持得这么好啊？爱吃就一定要有一个运动的习惯呢，我平常都会运动的。好的，这就是县民的健康楷模。既然你有在运动，那我就再上下一个咯。好的。既然县长都有运动的好习惯，那就让他继续吃下去吧。到底还有哪些台东在地的特色便当呢？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。